啥意思啊？要点名吗？答错了。好，学员们好。我们今天的话是沿着这个上节课没讲完的这个循环神经网络，接着往下来，接着往下看。那上节课的话，其实我跟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关于整体神经网络相关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个里面的话，其实重点是介绍了这个一维、二维和三维卷积的大致的这样一个做法。然后的话，其实后面介绍了很多那个经典的那个神经网络的话，都基本上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之上。那么，又拓展出来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创新点嘛。然后当然也主要是为了解决整个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卷积网络里面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的话，有很多这个知识点的话是大致是就基本上是一页 PPT、两页 PPT 就跳过去了。那如果说对应的那个网络结构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应该就是说想要去深入的了解他们具体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研究的背景动机啊，或者说他具体是怎么做的。甚至说是这个代码层次上它怎么实现了？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需要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具体的网络结构上面去研究。那如果说大家后面读研是否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课堂上讲的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已经不用了。然后呢，但是有很多他们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种思想，那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说，他这种就是说这种。这个怎么样从原始的一个版本，就是开发出来了不同这个就是算是多种多样的这种版本，这个其实是很难的。那么也是后面这个做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去重点掌握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所以在看到后面那么多的这个介绍那些网络结构的时候，大家应该就想一想，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作者他是怎么想到这么改的，对吧？那另外就是真正要是去想要学得很深入的话，还是需要大家去动手去。把代码跑一跑，把那个网络结构看一看，因为光听这个大致的这个做法的话，你其实可能听完之后很快就会忘掉它具体是怎么做的，或者说为什么这么做。那就是说后面的话，大家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再去巩固和了解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节课接着上次课的来讲，那我们上节课最后的话其实是介绍了这个最简单版本的一个循环神经网络，然后呢，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又引出了我们其实上节课就还没怎么讲，就是说是这个长短期记忆网络。那这个长短期记忆网络的话，是最原来的那个 RN 模型的这样一个改进。那这个改进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说它这个我们这里面的话，其实关于因为我们本身是讲这个 RN 模型嘛，它本身是有一些这个记忆的能力在里面。那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关于记忆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我们把输入塞进去，然后呢，那个模型它有一个输出，那其中这个处理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模型学习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模型里面它网络的权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长期的一个记忆，就是说我给定这个输入之后应该怎么操作，其实是这个模型已经学出来的一个长期的记忆。那在这个每一个样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的话，比如说每一个样本它是一个序列的话，那不同的序列之间它的关系怎么样去建模，那我在考虑当前这个时刻的时候，对吧，那前一个时刻的信息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这个的话可以看成是一个短期的记忆。那所以说的话，我们这里面所讲的这个长短期的这个记忆的话，其实是把它拆成两部分来看，是一个 long short term 的一个 memory， 懂吗？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其实重点是关注的是这个 short term 的这样一个记忆，然后这个 long term 的这个记忆呢，主要是体现在整个网络模型它学好之后那个模型的参数上面，这样子。好，那就是关于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样子。那具体的网络结构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这个架构的话，会比我们上节课所讲的这个 RNN 模型的话它要复杂很多。但是呢整个拆开来看的话，其实也没有很多这个很复杂的操作步骤，我们待会儿的话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整个结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当前时刻的输入 XT， 对吧，然后呢它会有上一个时刻隐藏的状态 HT.1，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这个记忆单元，那这个记忆单元的话是这个 SDM 模型它的这个核心或者说灵魂所在，就一直在整个在记忆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 HT.1 和当前的这个输入 X， 对吧，然后呢我们去维护好一个记忆单元，也就是说它会把相关的记忆的信息存到这个里面，然后呢一直不停的去维护这个记忆单元，然后使得这个模型它拥有不同时刻上面来讲的话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处理能力。那我们这里面的话是简单的介绍了几个它的这个公式化的这样一个表达，但是这里的话是没有展开去讲，我们这里的话是先跟大家从总体上先介绍一下，然后再展开看它每一步是怎么操作的。那首先的话，这里面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了，那 LSTM 模型它核心的这个精华所在是引入了这个记忆单元嘛，那这个记忆单元就可以存储很多历史信息，那就是说原理上来说，就是它可以处理的这个时序上的长度可以是任意长，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单元一直可以这样不停的去迭代更新嘛，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模型它就会有这个很强的这种记忆能力。那在这个模型设计里面的话，就是说有一个主打的一个观察，就是说这个想要记得更多就要学会遗忘，那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就是说它会引入这个遗忘门，就是整个 LSTM 模型的话它主要是通过好几个这个门控机制来去实现信息的流动和传递。那其中的话我们当然会有输入门，对吧，那有输入门的话相当于是说我们当前这个时刻这个输入给它的这个 XT 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话会被它处理到这个经过这个输入门的话相当于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感知，对吧，然后呢它会有一个遗忘门 FT， 这个 forgot yet， 这个 forgot 的话就是说是它的精华了，就是说它会对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记忆单元的话有一个信息的更新和迭代，那有可能会把之前的信息采取部分遗忘掉，那这种方式。那这个最终汇总输出之后的话，那么就是这里的这个输出门嘛。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来了一个信号之后，或者说来了一个 XT 当前的这个信息输入之后，它会先经过输入门，对吧，然后输入门的话会根据之前的，当然也会有之前的这个门的相关的信息，对吧，它先去到这个记忆单元里面去查一下，对吧，然后呢去会根据这个信息的话再去更新遗忘门的这个情况，就是当前这个时刻应该遗忘多少这个记忆单元里面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最终汇总之后经过这个输出门，然后就可以有一个输出。那这是从总体上来跟大家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概念。那具体细节来说的话，你会发现每次在做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是吧，下面都是不同时刻的这个输入，比如说 XT.1XT 然后一直 XT.1 对吧，然后中间的这个红色框这里面框出来的，那就是我们这里面 LSTM 刚刚所画的那个具体的细节图，它大概的这样一个计算的过程，那我们待会会从更加细节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会发现，就是给定当前的这个输入，对吧，然后呢它这边会有中间会有这个信息的迭代和更新，然后这边的话会有当前时刻 HT 隐藏状态的这样一个输出。
那这是它的这个大致的一个做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每一步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对吧？那比如说第一步，这个 STM 它就会给一个这个当前时刻会有一个输入嘛，对吧 ？XT， 然后呢，这个到了。它的这个隐藏的这个输出嘛，所以说会把 HT 点一的信息也考虑进来。那同时的话，会考虑这两个信息，然后再经过一个激活函数的话，然后就相当于第一步就完成了这个信息进来之后，我这个 forgot get 就是说这个遗忘文它的这个更新。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的话，对，当，啊，先更新完毕了。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当前遗忘文这个信息保留多少的话，主要是看你当前这个时刻的输入 XT 和 T， 就上一个时刻，就是 T 点一时刻它的隐藏的这个一个状态，这样。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要去更新你当前对 T 单元的信息。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具体这个信息是刚刚开始的。它俩去就是汇合了之后，你就发现这里面会有两个特征，那相当于是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这里的输入的这个input，这个input的 get 我刚刚说的那个，其实类似，它也是刚才这样出来一个简易的信息，先拼接起来，然后再经过一个网络，再经过一个丢啊。那我们有这个处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想着先起来在这放，然后呢，哎，这边还有一个 T，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时候学习到的 T， 那这个 C T 上前放的这个场景跟刚刚也是一样，那后面看它的表达的不同地方就在于它的这个学习不同。那我们回到上面。这边的话，然后这边是input点，这边的话是关于这个一单元。那这样子就是同一个输入，但是我们经过了不同的处理，它其实是得到不同的输出。啊，对应的遗忘，然后呢，输入这个一单元是上面这个输出一单元，就是这样，先去得到一个这样一个结果。然后紧接着的话，我们就要去更新。真正的这个第一期的，就是说当前只是一个解释的，对吧？我们要把更新到最终的那个大里面去，那个一单元里面去。那这个 CT 的话，你会发现，那么是这个 FT 加上一个 FT 那里的 CT 波浪。那我们知道，我刚刚这里已经把这个遗忘输入的这个当前一个这个第一的内容，已经算这个其他东西都有。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它相当于是当前输入，那我们学习出来的这个遗忘的因，这遗忘因啊，就会上一个他们在内，就相当于说我的遗忘点之前的那个信息，遗忘那这里之前的产生多少这个东西，而这边的话就是当前的当前的信息，就是算上的刚刚的信息，这两个就会相比用完了之后是吧？这就是当前时刻的信息和之前的信息，我们加起来，然后再经过一个优化之后，然后就得到了当前时刻更新之后的。那这是这一个这个第二，就算是第三步。那这一步算完之后，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终输出它。那你会发现，就是这里的话，就在它。那这边还是一样的。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输入的这种这个 OT 就是 output 的变，那当前这个时刻的这个输出门的话，那还是这个 XT 还是 XT 点一的变，也不知道一起之后再经过一个什么，
当时的这个中通操作是不可以的。那这个知道 OK， 那类似的就可以这个进行下一步，因为我们从 IP 点一变成，然后呢，我们已经从原来的 IP 点一变成了我们这边的 IP， 也就是说这时候完成了更新，这是全部的这样一个信息的这个更新和传递。那这就是这个啊 ，CM 它自己这个系统内的操作。那大家去如果后面看一些相关的 CM 的一些文章的话，核心的功能就是刚我们刚刚画的。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中比较核心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隐层状态 H， 对吧？那这个 H 的话，从我们刚刚计算的过程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它主要是跟当前的这个时刻 XT 跟上一个时刻的这个，流程。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其实啊，这个网络结构已经在第三波，它不管是自然语言的成本数据啊，那么 FCM 都是扮演它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那如果说我们用 CNN 去处理图片的话，那用来处理持续数据，在当时来讲的话，第一选择就是 FCM。那也是为什么就是说 FCM 的这个新的发明者没有这个图灵奖，晚期的原因。CM 和 CNN 的话也算是在第三波人工智能浪潮里面能够达到一个说在平起平坐的这样一个因为 CNN 的那为了这个对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网络，因为整个这个流程来看，那不管说当前你上传还是记录，它俩这样的话因为 HD 的话已经携带部分上一个当前的数据，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平台上，就有的人就觉得这里面我们能不能把它去给一点，比如说我们就直接上一个 SP， 那通过 SP 点一和 SP 之间这种关系的建立，直接完成这个记忆的。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下一个。这个价值的话，相对于 PM， 那它就是产品呢，会给 PM 这个简化，因为简化之后它这个今年会变得更加简化，所以说后面通过都的价值。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价值的话，我们总结了两点跟 PM 它的区别，第一就是说。它会把这个遗忘门和输入门去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更新门，也就是说它这里不再去显示的维护一个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记忆单元 CT。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直接会把这个 HT， 对吧，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就不断的往后循环的去传递其实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所下游网络的这样，那从我们刚刚那我们这里可以看看，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操作的，就是说，也是在当前时刻，在这一刻，那我们有一个当前的输入 X， 完了之后，我们会拿这个上一个的点击，把它拿跟这个当前的拼接。那这两个向量拼接完了之后，对吧？然后经过一个网络的处理，完了之后经过这个 U 函数，经过这个 U 函数之后，那我们获得了一个这个同质门，一个同质的一个把这个 IP 点一，它在里面拼接到一起完了之后，经过一个函数处理，最完了经过一个 U 函数，这就是它的。那这个同质门进入完了之后，肯定就到这里了，对吧？你先过来了，你会发现这里还会有难度的得到的一个，这个就是你刚所说的公式。而这个公式的话，
跟这个计算差不多，它这边不一样，这样符合另外一个项目。那最后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先去把这个同事们这边的变数付出和上一个这个旅客 A 点一上的旅客，他们俩先去做一个相乘，这样乘完了之后，然后呢，相当于是得到了，就是说。然后他把这个 S T 的这个输也给他输，然后这样的话就得到了这么多信息嘛，然后再从这个宝宝里面就是和这个子平的参数去，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再定义一个优盘，然后就可以得到了 S T 方案这样一个，相当于你可以看成是一个中间值的项目，中间的这样一个就得到了一个。那这东西出来之后，对吧？这东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电容管线就开始往上，然后这边的话，你的那个这一点就在这内壁，因为它就会变成了面壁，对应是停止。有这东西之后，你跟这个 NT 啊，跟它去相乘，然后又有，然后你会发现它增加了。这个影响就是这个箭头过来的，那这个箭头也会有一项什么操作，它是 NT 点一和这个 ZT 对吧？它俩这个相乘了，那得到了一个这个，把这个长符，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下面这样过来也拖上去，也加到一起，就相当于是当前这个你去看 NT 点一，那这就是它在它这个从 NT 点一到 NT。在 HT 的这个操作之下，提供这个中心支付的一个计算系统的支付。那这个的话，你会发现跟相对于我刚刚所说的 PM 的相比的话，那它这里有 T 单元 CP 的，然后改良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操作的话会变得简单一点。然后因为这个把模型简化之后，那因为这个。T 单元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比如说一个网络跑一层就结束了，它有可能会通过多个层的堆叠，或者说多个隐层状态的堆叠，然后使得这个网络加深加宽，然后这样子的话，整个模型其实都做的它的参数量还是挺大的。那么如果说发生过拧合的话，这个网络还变得比较难以训练这样子。那现在简化之后的话，会使得这个就是整个网络变得比较简单嘛，就是比较好训练，好训练一点这样子。那这个里面的话，用到了一些这个，这个激活函数的话，都会在这个里面体现出来。那关于 RSTM， 它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变数，当然也就是说它不是说。RSTM 出来之后，对它做的改进的这种变异，而是说，那有的是 RSTM 之前的，比如说它都没有 debug， 那是 RSTM 之前，那就是直接把这上一个一单元和这个隐层的中间上层这个东西直接去更新，然后就得到了上面这个。那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耦合输入门 debug， 那这里面所讲的其实就是。他把这个输入门和这个遗忘的小块没有显示的。那还有就是说就是这个叫推迟的时间的情况，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说他在你会发现这边也是你说的输入门这个遗忘的输出门，那他这里面的话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缺失线上的话里面多了什么，多了这个上一个 C 点击的它的这个平台就是 DNA 这个平台的话也会去用来做当前，那就是说在当前时间中它是没有这个信息，大概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么理解。那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PM 的价值，它在但是有些这个会刚刚所讲的那个话，
在这个图上面进行一个，那这个网图上面过程它就变成有可能会变成图，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叫做 requesting 功能，那一般来说。那么 LCM 那一套的话也是按，但是它俩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了区别体验的话，我们把那这个模型的话，你会发现它一般的条件，就是说一般的它对这个 DI 的话的输入的话去进行一个进行，就比如说 S1 和 S2 它能优成一个三 ，S 四，接收一个 S 二，然后呢 ，H 一和 S 二一，接收一个 S 三，然后最终的话，对，或者那就是说，符合下面这种的，就基本上是，它这个就是，它也是有一个次序，就是说，你会发现它在处理，它先处理了质量，再处理质量，然后它引完了之后，就到另外一个，那沿着这种从。节点和处理节点之间的它的相对流。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对每一个这个节点，它有什么？那它有上一个这样一个节点进行用的，其他不一样。那这里的话是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一一整套计算过程来，就说大家赶紧知道，是啊。排第二位的三排因子，然后的话，我们会把 H 一、H 二也是这样的方式组成一个三。那最终的话，我们得到 H 三之后，我们可以排一个分定器，这样的话就可以处理完了之后，别的项目。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网络结构不善，是变成了一种，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时候，我们的平台处理，它俩去进行一个结合，得到一个，再把 H 一和 H 二，和 H 二 I 和 H 三这样结合，那你会发现，这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它能沿着这个持续的这个效果，那最终的话，它也是能够。一个输出嘛，所以说，如果说把你看这个 neural network 它最怕一个最远最怕一个这种实际的关系，那它其实跟 RN 的这种结构其实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对吧？那我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利用这种你看这个 neural network 去进行计算的参考案例。那这个案例的话，我们今天我们要做。结构化的场景解析，那这结构化场景解析的这个目标给定一个图片之后，那它能分析出来这个图片有哪些东西，比如说有什么，比如说有人是吧，有这个电视啊、桌子呀、墙壁呀，然后处理这些东西，那就是说有这么多事情，然后不同的事情之间还能有一个这个关系线，那这种基本。现在就是这种，就主要是因为我们抛开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啊和计算机上的项目，但我们人上都是比较重要的常用的流程，就说我们怎么样用，那这从大家说这个方法的话，编码这种复杂，那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开始。然后就是这个原子包裹之间是怎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用红色，就是说这个原子开进去，然后显示器跟桌子上就是这个显示器放在上，或者说是它们之间是一个包裹，然后这次呢，我也可以去这样一直从最基础的。对比这里面，想法，慢慢拼接到一起，就形成了整个这样一层
那你会发现的话，这个结构的话，啊，在这里面来说，它一般性的这个方法就一样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那种模型来去完成。那这个的话，方法也是这样一个去做结合的这样一个效果。那这个图示的话，就是拿展示一下。那我们会发现，上一个讲分，那这里面也就是它，那有很多这个混合的这种网络结构的话，就是就没有办法完成整个安。那这个时候的话，整个分啊，是吧？那就是来我哪里？它都变成了它整个框架里面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单元。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给一个输入图片之后，它首先用一个 CMD 去获取通用表。那得到通用表之后，那这里就是一个去均脉。那你会发现这里它其实并没有直接用空间，对吧？就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目标获取。鹏哥，先把这些目标获取给实现。那这里呢，就是什么？基本上，李鹏哥的。不过它应该不同，也就是可以明显突破，就是我如果你离网后面，它没有那一两层，甚至三层，可以强连接的话，那么像这种，当然是用于很简单的。但是这个话，包里头就是很多人说，它只有这个点击加通一下突破，那种确认不换地点就跳过。那特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给一个图片之后，是吧？那这边是这个最近标签，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叫先训，就是要说证明模型要用的。那意思这东西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把对应的这个这个像素区域的东西都出来。那对应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圈出来，啊，包，给多个。这基本的元素拿到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用后面那这个样子能拼接起来。这样的话，其实拼接的过程就是说去预测它们不同实体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最终的话，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就是说，或者说学到一个正确的这种方法。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那我们这里的话就开始是不同的。首先我们刚刚所讲的从输入那这一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啊，辐射到整个语义空间之后，那接下来就开始看后面。那紧接着的话，就是它会把每一个，比如说把它的看，然后会对它先进行一个对测试和映射。那么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去先变换，变换完之后会考虑。结合起来，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先结合之后，第二步要开始结合，就会产生复叠点。那就是说，这个圈包它会如何制作？它会首先产生这样的复叠点，然后呢，你就可以用关系预测等来判断这两个节点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关系的时候，一定是给一个列，但是列上比如说人和这个包的空间。也有，然后呢，三八啊，等等等等，才可能去拿。就是说，它会从这儿就规定啊，可以选一个，对模型其实会相当于用我们刚刚说的这样一个关系预测来去把那个对应的关系找出来完，也就可以相当于它俩也对。那类似的拿会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判断。那判断完了之后，我们会单独搞一个打分网络。那这个打分网络的话，就是能够完成对这个，就是你融合之后，对吧？那这个结果好还是不好，对吧？那到底这样融合对不对？它会有一个这个知信度得分的这样去打分。那打分完，那就那具体去训练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这里面的话会给一个这个。这个图片的输入，这边的话会有关系，那这里正是去做的啊，训练给一个
一条线的等级，另外一个话啊，结构化的关系，你发现就是说，一个是你说的一个项目级的分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REC Neural Network 的这样一个一个预测，这样子就它的这个训练。好，那这就是关于 RN 和这个 Recursive Neural Network 它的这个简单的介绍了。我们这里的话看一下它的拓展。那我们之前讲 CN 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 CN 马斯洛里这样的话，参数量大了之后，那 RN 的堆叠的话，也会有这样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关于 S， 知道我刚刚是以单词，好，我们决定啊，怎样去得到这个下。但它如果说我们这里面有多个 RN 的话，相当于是说它除了这个在这一组的在放到这一组接着往上也会有项目，那项目沿着这个组的方向去堆叠多个 RN， 那么就能达到既增加这个关联网，那最终的话就是当然就对储存的话中间的这些，这是这个堆叠状况。另外一个就是叫双向型的，那双向型，我们一般在去处理数据的时候，我们是一般是说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可能是从左往右，对吧？那古代可能是从上往下，那总会有一个这样的。那一般来说，我们交给计算机去做的时候，那它可以从左还是这个去。那它其实也可以用框，那有很多人其实都是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训练。那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一的，它会有一个从左到右这样一个 SVG， 当然这个上面就是标号，它按这个方式，当传完之后，它又从那边往这边又传一遍。最终的话，我们就把这一个这一层数据和上面这一层它的数据会拼接到一起去，然后呢，我们得到一个这个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完成从零到一这种双向跑两遍，然后完了之后把它隐层去的这个特征去堆叠起来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其实核心主打的这个还原案例。当然，但是用的比较多的那就是 LSTM 和 GRU 这两种模型。那关于循环神经网络的这个具体应用的话呢，我们上节课的话其实介绍了一下 RN 的 GRU， 它是这个单元。那这里的话，也就是说是，特别是在这个文本处理这块，概率不同。那这里的话是给您介绍一下它的发音，单词，单词，编写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归这样一个。然后反正呢，上面比如说根据上面的这样一个背景，上面它接着去往下预测下面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输出。那最终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这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你的特征，那怎么样在单词到底弄？那一般来说的话，它就会在这里每一个特征出来之后，它还会升起预测关于整个它那个词库每一个词库它对应的分布的向量，就是说那个概率分布啊。然后呢，每次在比如说当面这个 E， 如果它已经
最高的，那他就把这个上面这个然后再接着类似的往下去啊，那么下一节课如果这个的的前一步，它整个词库里面，然后完了就去把它当做当前词库，那个类似的方式一直这样迭代下去啊，最终如果分别选择一个按词，这种当前这个。就截止了，那这也是就是为什么 RNN 它能就是用的比较多，就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天然的次序上面的这种关系，然后在语言模型上面就是关系比就是建模比较好嘛。那有就是因为这种的，或者说做代码，那其中的话有很多是类似。脚本或者说编程脚本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文本的话，也是能够去处理的。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去生成一些词汇，啊，能生成英文，啊，哪里？啊，热门。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机器翻译，机器翻译啊。当然做的这些也都比较多了，那就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然后去给它去进行一个翻译。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就是说它会相当于会用两个，那就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假设去完成一个中文到英文翻译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输入的话假设这样一句很多单词，然后那怎么样对这个输入进它对它进行一个编码呢，对吧？因为我们首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首先就是说我要知道你给我输出的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RNN 那么对它去进行一个编码，编码完了之后，那它可能会导出来一个特征表，那当然它每个时刻都会有，看你要不要去找，那这是一个 RNN 出来之后它编码出来一个 base， 那这个 base 的话相当于它完成了从输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对它完成特征提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得到这个，比如说我们把它定做 F1 啊，就是说这个特征 F1 拿到之后，哎，我们可以假设有 F1、F2 一直到 F7， 那我们就把这个特征啊再给它塞到另外一个这个 RNN 的这个模型里。那这个 RNN 的话，那它就有可能是吧？在不同的时刻输出来不一样的词汇，那这个词汇的话就可能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对应的就是这个英文的这个单词它这个结尾，那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从中文到英文的这样一个翻译的一个工作。那其中的话就是它用到了两个 RNN 嘛，那这种框架的话基本上是通过一个 decoder decoder 的这种框架，就是编码器解码器，就是它会对这个输入进行一个编码，然后完了之后得到一个那这样一个特征的表，然后再对这个有形特征的表再去对它完成一个解码，那解码可以得到一个对应英文输出的这样一个结果。那这是当然了，就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结构化建模，就是对刚刚那个人坐在椅子上那张图片进行结构化建模的那个框架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 encoder decoder 的一个框架，只不过这个那里面的 encoder 变成了一个 CNN， 这里面的话是 encoder 这个 RNN， 它 decoder 当然都是这个 RNN 的这种结构。那还有就是去跟视觉，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从这个视觉问题回答的，那其中的话 VQA 开发的结果这个方面用做的任务，它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说给一个电其实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因为问题问的问题不能太复杂，你问的太复杂，如果它其实答不出来，你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有很多这个任务其实把它变成，比如说我想要编码这个变，你问这个问题，那这样好，你最终只要学一个分类器。智能性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智能性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它就是它不是特别的智能，就基本上来说 VQI 的话有好多任务就把它搞成这种
分类的这种任务，从一堆答案里面挑一。那还有就是去完成写字了，就是说这个写字的这个。方式，那这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用安安的这种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建模。那还有就是这个对话系统了，这个对话系统之前也其实提到过，就是一来一回的这种，就是一问一答嘛。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那就是说，你如果对场景可以做自然场景的。解析啊，然后那当然你也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任务嘛，因为这个模型它总是通用的，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那我可以拿这个框架撩到生成啊，对吧？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那最简单的就是它就是DM 或者 GRU 的这种模型，那么每个时刻的话去给它输出来一个对应单词的这样一个结果的一个预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每个时刻出来一个结果的话，那就可以完成我们刚刚这里所讲的这个词汇的这样一个生成。好，大家休息一下吧。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剩下的内容。那上节课最后的话，主要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caption 这种任务，它怎么去把这个 CN 和 RN 去结合起来，然后去完成一个从图片到文本的这样一个转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其实最后的话是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说从单个这个句子生成的角度上来去做的，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过程的话然后完了之后，基本上再去看。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前面，因为它刚开始不好，那如果说刚开始选的不好的话，会有可能会影响后面整个句子的样子。那如果说这个刚开始就坏了，就变坏了。那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说一个，好。我每个时间步骤，我不再是去只选择一个单词到了，而会选择包括。那这选择包括的话，也并不是说所有都没有，只是说，那比如说我每次去做这两个，那就是说我们会同一堆列里的话，从这个 A、B、C 里面，同一堆的数量里面，我们挑了 A 和 C， 这两个差不多是同一堆。但是还是觉得麻烦，那我给他。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可能会在这个基础上再接着看这种，然后去选择另外一种这种，那也是从比如说那下面也是这样。那最终的话，当所有的这个轨迹都走完了之后，他就会发现这个基础上就是所有的边界之后，它就变成了零线。那这就是说是一个这种方式。用这个也就工作。那这个数的话不是那个大数的，是遗产数的。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宽度二的话不称作是这数的这样。那这是这个从 BIM 设计的这种角度上来去做 image caption 的话，它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但实际上有很多任务也是借鉴了这种思想，然后他们这种对。那另外是像这个是工商设计啊，那就是它直接在整个结构内向这边上贴，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话，决定了就是天气这个天气预报云图的这种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的话，我们连着时间维度去给它塞到总中心里面，这个新数据的总监，那搞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搞一个这个说那个二十用，它就可以预测从明天对吧，它的这个天气预报的这个云图会长成什么样子，那就可以做这种。时序的未来时刻的这样一个未来数据的这样一个预测生成。那现在的这个网络结构的话，说现在是这个，那如果说这个用这种模式来做，它仍然脱不开的框架。它还是要求变换，那只不过这种网络结构的话，可能会比这个之前的这种 CN 和 RN 的这种模型的话，它在长期建模的角度上来说，会效果更好。所以说的话，能现在那简单来说呢，就给定一个数据。它对于这个天气做的很干净，它这个干净的话，原始的样子变成一个像，变成一个像样之后的话，对，它进行变化的时候，它就可以把这个比如像画，它就直接把对应的这个地区变成一个像，拿这个建模这种关系的话，它会有不同的这种时序或空间上的这种关系，它会加以对应变化，哎，然后呢，把这个。也像下往
换一个就是输的，让我们说不同元素或者说不同的内容变成啊不相信的一个矩阵，然后一个矩阵的话再接着往下去跟他们去上完了去学一个长期变数，因为我们之前都讲的它是从前置变数变数，它就是它其实是通过感知局部的方式去实现了这个它这种巨大就是明显降低啊从自我和能力的，然后它的做法它就是通过这种去变成啊来去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输入内容，因为这种关系的话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关系嘛，是我们的，但是也是然后正常的就是经过一个前列腺的这个规划之后，它这里呢是一个底部的下面，那它是可以完成这个，比如说鼻咽前站症，然后预测的效果。我们后面会专门挑一个章节跟大家来去讲这个 transformer 的网络结构，包括它在多模态上面的一些拓展。好，那我总结一下这个今天所讲的这个循环神经网络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点相对于三来讲地的短暂的地的功效，它是第一。那另外能够放在下面很好啊，训练出来啊，训练的话就是说长远距离的这样依赖，就是还没有建立。那就是说，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 RN 的这种模型，或者 STM 的这种模型，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我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这个时间步骤来去完成这种非常长距离的这种建模，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建模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时刻，假设跑到几百几千之后，你再往下，它这个模型就撑不动了，就会存在这样。那另外一个说，记忆容量，就是说你这个记忆到底能记多少？那另外一个这个运行。这个 RN 的话它会有一个次序上面的一个建模嘛，所以说你不管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或者说你两个都用，那它总归有一个这样的先算完前一个才能算后一个的这样一个次序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它在并行化的这样特别快。好，那我们讲完这个 RN 之后，对吧，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它在这个就类似的这种神经网络在另外一种数据表达上面的这种形成的这种模型，就是这个图神经网络。我们教材上面的话是简单跟大家提了两个，让他们有点开来这边的话大家这个神经网络的话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操作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话其实是一种这个图的这种结构，那可能后面同学可能看不太清楚，说它这里的话我们会有花花绿绿的那中间的边际直接的那它的中间的 A 边的那处理这种处理直接上一个 CN 或者说 RN 那种方式其实是很难处理的，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二 D 空间上面的这种结构啊，或者说是一个次序上面的这种结构，因为它本身就长成这样，比如说这样一团的，那后来就说大家就是想说怎么样，因为有很多，那后来就是编了这种方式，到底这里。然后的话这种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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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那么，跟我们刚刚说的，像幺二 D， 那跟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也是有，那怎么样去做这种，做这种，啊，处理，那
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常规的这个不是这样的工具，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之外，化学分子，它这个化学分子也会这样的，这种结果，因为它每一个化学键可以产生结应，键跟键之间就是这个与元素跟元素之间，它会有一个这样先相连的这种模式，对吧？那我们这里面的话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这其实是一个纵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每次上面的话它对应的这样一个节点，你看啊，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大概是这样一个，就是说一跟一之间上面，这个就这个。那还有就是像社交网络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同的人间它会有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 graph 去。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如果说想直接上一个网络去对它进行一个操作的话，我们这里面就基本上会首先先去用一个节点嵌入的这种方式，对吧？然后我们把原来的这个输入的这个 graph 节点，然后的存在，就是说我们应该去设计什么样的这种编码器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一个投射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因为它首先的话就是你想要它其实是用一个局部的选定，那对于这里它就说我们在你也说在这样就产生出来，然后对它进行过程完成，然后对往大的去或者以大的东西先去，再以大的东西再去，然后在类似的这样子，它就可以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的管理完成。那第二就是说，我自己完了之后，对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 UV 和这个节点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完成一个。因为这个接力非常重要的一点，它能考虑不同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建立它是通过这个接的信息的接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那从这第三个我们的这个 CNN 我们的这个 RNA 它都能堆叠很多层，然后去得到一个比较这样的，那这个其实不是也是要它也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三个节点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需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里面的话，那首先我们中间有一个红色的 R 的这样一个节点，那它其实是有一个，那比如说一角。就跟他直接相同的这些节点都给他绑定，然后去完成一个数据和定义，就是在学习他的节点，他会绑定更多的节点之间会约出来这样。那如果说这个概率化的时候，他就绑定了这种，那这样的话，可以完成这样数据节点。
出自己的结果。那在这里面的话，你会发现也会有不同的，这当然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练练一下，我这个方式。大概是这样子的。那真正我们去做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定了它长成这个样子，你假设它是目标节点，那我们会发现 BCD 就是它直接上面，然后还有这个 D 和 M 相当于是你的间接上面。那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去算的话，我们这个如果我们想去完成这个通过 A 的这个汇聚，我们这里就相当于 A 和 C， 然后比如说汇聚到 B 这个 B 的话，哎，你当然啊，去去拼凑完成之后，得到一个，比如说拼凑完了 B 之后，我们再汇聚，那类似的说，A、B、E、F 也可以按照你汇聚到 C 的，因为你对 C 来说，那它就是 A、B、E 去连接。它就可以去就把 A B E F 的信息去得到 C 上面，然后呢，我们去把 A 的信息也能去得到这个 B 上面，然后把 B C 的信息，然后再去到 A， 那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一层一层去实现。那这里面这个完成这个信息汇聚的这样一个和灰色的这个叫方块，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程度做就可以了。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就也对这个网络结构有所说它事情不变，因为这里是关系，所以说就那真实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话，就会那如果把刚刚所说的那一点看，刚开始会有一个，然后呢，我们对这个资源。来一个，然后它的对应哪个节点就是这个方向。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方式 ，layer 零，对方 layer 一，然后呢再就是经过 layer 二，也不如讲。那真实去做的时候，那就我们这里面的话，就把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过程给大家一二三的这样展示出来了。第一步的话就是初始化了。然后呢，我们对这汇聚节点 V 的所有节点，然后呢，对上这个，然后呢，这个操作，那么就当前这个，那有这个东西之后，哪里做啊？对应的话，我们可以汇聚成一个新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做。那种分类，我读的节点分类，捏一个分类界的这种模式，那么就可以完节点或者整个图的人，是这样的。那整个这个程序训练的话，基本上能用有监督，也能用无监督的这种方式去做，这个也可以就是用。用一些标准的这种随机梯度下降的方法去做，那么跟之前讲的其实还好，就没有太大。那我们这里先介绍，看早期的，说出现 C N 经验啊，你是国内的，是出去的项目，或者说是，那这个 C N 呢，算是说比较早，就是比较早。那你会发现，它比较简单的这种进行技术方法，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从这个 V 的进行的节点，所有它的数据都是啊 V 的参数，然后它会把这节点它上一个，或者说它上一个，然后它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然后再进行一个优化，那么就得到了中心政策的统计。那这是最原始或者说最简单的这种模式了。那这个 GCN 的这种模型的话，这里面就会考虑到这个像图卷集啊，这个线性层和这个非线性的激活这种模式。那这里面我们给出了一个这个 GCN 的这种模型架构上面，它大概发现这里
前面要的，才放进去，工具包它可以自己。然后我们把这些拿出来，啊，他们基础可以给你到，然后前面的话你接触它，但是放进去的话，你就发现很累啊，就可以的。我们这边做到的，举个例子。它是历史的历史。好啊，应该怎么样？这种啊，这个地方这样，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全程这样一个过程，发现就是它的节点是这样编的。那这个节点和编的信息的话，发现顶点的话会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这每一个方式。然后的话，根据地理的这种地方，它就是有边相连，就是与没边相连，就是也就是类似的这种，那就可以，就是它的整理去就可以得到它更新之后的节点，理解？那这个比较简单的 DCN 的这种模型了。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应的，就是说跟这个CN 的这种模型它处理会对应关系。那就是说，在 CN 里面，在处理规则项目，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小的规则，其实对应的，那这样，我们如果说想用这个 GCN 这种方式来去在这个图上面去操作的话，那么也是可以用类似的方式。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每次在上。可以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比如说我们就算它这个一跳的这种信息，对吧？那这个里面是可以做到啊，比较简单节点中心的，就是说节点迭代的公式，就是迭代的，就是说它会有，它会有一个节点，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连接的就是，比如说这样平滑了之后，用一个激光函数，那就可以得到它估计，这是。它更换之后，它最简单的这种模式，那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信息的这个聚合嘛。那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模式之后的话，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改进。那这个改进的话，比如说它刚刚那种接口，它对它的这个节点，那它普通节点可以，就是说在图上面对应不连接的这种，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加一个可以上层值的变，上层值的变，可以再加上。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公式计算的时候，你比如说，假设临近节点有很多的时候，它这个里面就会导致很多这个。就是因为它有很多这个累加的操作嘛，就使得那个数字可能就变得特别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对它去进行归一化的。那归一化之后的话，就相当于解决了这个累加之后数值过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说，这个节点它到底如果说就这里面就提到一点，就是说某一个这个节点 i， 如果它的这个邻居界有非常多的这个邻居，那其实这个对那个界对这个 i 来说，它的贡献度就变低了，就主要是因为它界本身就会有很多节点跟它相连嘛，就是说可能会以它为中心去计算就比较好。那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说不同的节点之间，它们之间连接的这个权值是应该有不一样的，就是说它们之间的重要性应该是能够做一个这个比如说做一个调整啊，或者说中间是能去调的，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有一个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那比如说这个再去对它进行一个类似的这种，那这里面呢，对应我们刚刚说的，连这个节点 A 和 U 的它的近邻节点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局部连接的这种模式。那另外这里提到的这个加速性，那也就是说。所以说是对应在进行不变处理，那这个简历和它是在所有输入数据上，在这个方面进行简历，它编的这个模式啊，刚刚讲的这个这样一个卷积的这种操作，所以说它叫做是个 GCN 的这种模型啊，就基本上其实它。
它另外一个地方叫风景推理，啊，就是我们这里面提到的这个 graph attention network， 它简称的话也叫 GAT， 它是2018年出来的。那你会发现的话，就是说我们给就是很多话，它其实它每次它都可以在。然后后面它有一次，但是有一点啊，阶段堆叠太多，如果堆叠很多层的话，会发生一个叫做过平滑的一个，就是展现出来的效果，包括一层啊堆叠成三层效果，然后再从三层堆叠到八层效果就已经开始降，就是因为这个。就现在这个研究就发现，这个基因的这种模式，虽然它看起来跟三元很像，对吧？但是它，当然真正在自己打网后，也说这个工作不能对接太多。基因这块做大做深，下深之后，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AT 它是怎么做的。那这个 GAT 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它有一个不同的对应，比如说 N 的图片，那这个更新完了之后，那它其实还是有点这个过程啊，被它去进行了这个信息整合新的图片。那我们首先第一次的话，就是你先用一个共享基因链范，那么先对它进行一个排列，排列完了之后，它相当于是我之前说的啊，排列。变，那么都去做完，变完之后，然后去算一次，但到黑人数据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之间是中央系统，它这个中央系统你可以对它进行规划，进行规划。那对应到我们这个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啊，对相当于对不同的节点看到是。那我们这个通过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注意力的推制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系统，就是他们俩之间这个相关系统和系统到底是怎样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对，它这个分子 I， 对，这个分子是介质，它们俩之间也是在快速出现和它的拼接的。拼接完了之后，我们经过这个注意力的这种方式。那之所以它叫 graph attention， 这个 attention 这样一个操作的这个过程里，然后的话再经过一个交换，那其他的就是下面一个例子，做这样一个，就可以这个东西去跟我们刚刚所得到的最后 attention 完成，对它的 attention 的一个加权。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就是说，这每个节点对它不同的权重啊，因为这样就做到一个不同节点它的都不一样，那么做到它自己强于效果。那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处理方式，但是真正之后，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单独处理这种方式之外，那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就是说，这个工作这个过程，研究过，或者说能不能做？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考虑这个不同节点的时候，我们比如说，除了考虑通胀，我们也可以考虑它之间的这个交互关系。那我们如果说用那这个权重对它进行处理，就是在需要对峙的时候，我可以用基础参数去替换一下它的对峙。那这样的话，那就说，我绿色建筑是一种对立方，我蓝色建筑是对立方，紫色是对立方，然后相当于得到了。那这三个，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拼接，或者说对它进行一个求平均的这种方式，得到一个。那按照这种方式处理完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就称作是多对立。那这个其实也是借鉴，方面呢，帮我们。那除了这个
先在一些常规的这个数据上面去处理的话，那它在这个时空数据上也是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提到的，因为啊，行为的这样一个识别，那识别的话，当然后面要接一个这个分离器来去做。那比如说这边就发现，讲完之前所有，就是说这些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常规，对吧？就没有什么，看起来就是只不过是用来处理图的这种。那还有一种这个制作，它名字无引导。那所进行的这个操作的话，是在一个非时间均匀采样的这种数据库。那之所以会有这种数据，因为那比如说我们在啊机械，那有的人他会配上插的检测传感器，比如说测血压的、测心率。有的是测体温的，那这些传感器因为是不同的，数据传递的原理，或者说它的就传出来的信号时间是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同一个时刻，你比如说第一的，可能只有多个传感器去检测，其他的数据。那第二个时刻的话，对，就是说这个信号它并不是。那像这种数据，如果是direct sample， 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同时。那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先让往下掉雨滴，噼里啪啦往下打的过程当中，那并不是说所有雨滴都是排成一排的，它是有前有后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每个小的雨滴的话，就在对应那么多信号里面，那它。也就是说是下面会构建一个 graph， 那这个 graph 会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节点，每个节点它每同时的相当于是那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图的引导方法的话，来去学习这种纵深持续上它并不是完整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研究的方式来去找啊，那你信息的这个传递的话，就是通过不同的传感器之间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关系来去实现的。那这种其实都是网络自己学的。那当然了，就是说你交给人来去完成这件事，但是呢，我们交给我们自己学，是因为就不同传感器之间的这种信号，我自己完成一个统计，这样的话可以。在每个时刻都可以出来，就能看到你的结果。好，那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这个，因为每个上网都有，看，就这个数据集带来的这个 D， 它里面会有 S， 那 D 的话就代表是一个非我们刚刚所讲的类似这种数据，那这里的话你就带有一个非常低的这种数据了。它每一个数据样本啊，比如说我们对应是刚刚说的这里，多种不同的信息，那这里面就包含 M
说 V 和 M， 比如说可以用 V 啊、UV 还有延长。在这个轮状图上，这目标是什么？这样在我们怎么样去觉得一个映射它能这样去影响？对啊，学过来这样子呢？可能是一个不仅做的一个那有这个之后，就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些啥样的一些操作。那比如说去做分类啊，或者说做识别啊等等，那么我啥？它核心就是怎么样？还是怎么去？那我这里还比较重要，那就是不同的，我们把不同传感器做不同的变异，然后呢，这里面肯定有 U 啊、V 啊。那我们就可以出现这样，那节点已经有，就是通过这个编码，可以以 R U V 这个。那这种图的话，它这里这个还是第一类，三个图。那有人录音之后，那有这个有启发性东西。就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刻，假设有一个信号，就相当于有一个语义下降。那我们光刚刚开始观测的数据只是一个 x， 那上面其实也是这样，也说这个这个它的运动，啊，这个运动，你都得这个环节好，那它肯定在，它不可能我所有这样的信息。那有这个丰富的这个信息之后，然后呢，我们先对它去进行一个这个映射。那这个映射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 M R 这种方法，然后就得到一个H 的这种隐形的一种角度。那这个就是一次过隐藏，隐藏完就相当于利用这个它的这个映射的情况。那由于我们之前是多片的差，对搭建说会有一个信息这样一个。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这个它这个是这种面积，它就在有一个组织的层面。我们还会考虑 U 和 V 这两个点，你会发现，它首先啊会经过这个会，就把这个 S G 会跟这个上面 V 是吧，对它进行一个操作，操作完了就相当于是它是一个准备一个一个参与，然后把这个东西这边有 P， 这 P。这里就发出的这个信号，我们会记录它的时间的，因为它的时间的信息非常重要。我们把这个时间信息去变成一个，就是符合这个下降的之后和一个准备的参与，然后对他们去进行一个参与。那乘完的话，这里就放新的啊，那你会发现对应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P 和这个参与量。然后经过一个学习的参数 D， 然后再跟我们之前所谈的它 U 的这个去连起来，连起来完了之后，经过一个进化组长，就到一个当前的这样一个。就是他们节点之间的这样一个 attention 的这样一个 weight， 相当于是一个权重向量。那这个的话，因为我们经过一个激活之后，它把它变成了一个零到一之间的这样一个数字。那我们紧接着就可以算它相对于优的这样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来了这样的情况，比较它有没有做到。那我们其实是通过他们研究的方法，那就是说我们这人其实变成 IV， 就对应这个 V 的这样一个传染性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就可以通过我们刚刚说IV 这样的，那么这两个就是和它这个的话，就按照我们刚刚这种方式做，程度下降，就是它们之间到底多重要，然后这个话在接着连接的，用这一套数据。外部再去说节点 V 的啊，虽然这个时候没有真实的信号传过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U 和 V 之间的这种连接的这种关系，那么就可以弥补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啊，得到它的这样一个表示。
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吧？那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边的连接到里面，在做这个不太知道边到底是那个什么样的联系。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先初始化的时候全部把，因为这个时候相当于最完全。然后在很多地方当中呢，那我们对这个不同的节点，它们之间连接的情况，跟它第一个呢，敏感的不同，它连接的情况相当于在一张图对边的连接。这个中间啊，就是一个断，然后很断的啊，这种情况在结合它边的，去把你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分子你看，从优到 V 这个有信息传递，今天说的这样一个集合，就是它只考虑真正有信号的那种那种时刻的那种数据来去完成这样的编的这种更新。那这是一个完整，就是最完整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时刻一第二一到四，那这个不同节点之间信息传递的方式都会这样子。那传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应每一个端，对它拼接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传输单端的。先说先拼好，拼好完了，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对比，可以考虑。这个里面得到以后，我们可以分别用两组这个可决定进行重组。那这个 gap 上可以注意。就接上中间三步，再加上一个随时的障碍，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持续传输量不一定的这样一个。那有这个东西之后，大家可以跟我们刚刚说的对应的这个对应的关系的能力。那这就是怎么样去用这种模型啊，在这个图的引导之下去完成这种非标。一个过程，那这个工作的话，其实你从它算法的这个流程上来看，其实也能看出来，它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图的那种处理方法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那我们后面的话就是跟大家介绍几个这个模型，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CNN啊，他们真正再去代码层次上面来说的话，就怎么样去跑一些简单的模型嘛，对吧？那我们这里面的话是大家可以如果后面想去找一些自己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计算设备的话，也可以去从上面去放下代码之后自己跑跑看。那我们这里面的话跟大家简单展示几个这个例子了，那我们就先不看这个这来了，这是一个这个专门就是连接服务器的一个软件了、啊。这个软件当然也有其他很多不同版本的这个替代品，就比如说有其他的那种方式也是可以连进去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就现在我们其实是已经处于一个连接的这种模式了。就连上去之后，那么你比如说我们想去查看这个上面。有没有卡，就是说有没有 GPU 的卡去供我们去使用，然后呢去看跑上去跑，因为这个模型的话还是要在 GPU 上跑它才跑得比较快嘛，然后在 CPU 上算起来是很慢的。那这个连接服务器之后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查看一些这个 GPU 卡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有的话你比如说就可以试一下去用一用，对吧？那我们这里的话是给大家准备了几个例子，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做 C 法十的这个用 CNN 的这种模型去做分类的这个。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这个放大的功能总没了。还是看这个吧。那这个第一个例子的话是用这个去做分类。那从代码层次上来看的话，那你会发现这个模型还是比较简单的，也就看一下多少行，300多行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这个新法师分类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它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了。这个代码层次上来说的话，它会先去加载一些，刚刚其实是开始是比例框架，它刚刚是加载套这个套几个人进行处理这个一个工具包。把这个东西加载完了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利用它提供的这个
一些简单的这种网络模块，对吧？对它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处理，包括一些搭建神经网络的这个结构，其实都可以的。它上来之后的话，其实有一个这个 transform 的这样一个操作。transform 这个操作的话，就是然后呢，就给它做一个规划。做规划就是因为那特别是做很多这个其他的任务，做规划其实是很多这个模型在前期处理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就是。如果说你的数据的这个输入的层次上来说，它数据的变化范围比如说很大，比如说零到这个几万这种规模的话，那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就是这种数据把它放到模型里面去直接去跑的话，它基本上是模型是不会收敛的，就是那个你训不起来，那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先做规划之后，比如说把它数值的话给它压缩到一个具体范围之内，比如说把它压到零到一之间，对吧？那这种的话就是模型处理起来就会简单很多。那第二个这一行的话，其实是一个 by size。这个 by size 的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设的是4，也就是说，我们一次往那个模型里面塞的这个图片的这个数量，那就是四张，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每次在进行这个数据的模型的训练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基本上都采用这种 mini batch 的这种方法去训的嘛，所以说它会有一个 by size 这样一个参数。那这个参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取决于你的这个取决于你的这个显卡它到底有多大的显存，你显存大对吧，可以多搞一点，那显存小那就少搞一点，这个还看你模型。那还有就是下面这提到的这个 training set 和这个 training loader test set， 那它是我们这边用的，它这里因为它的 C 码值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他们官方已经把这个东西集成进去了，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数据集就可以获得到，并且把它加载进来，那我们这个代码里面就能做这样的一个加载。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关于我们在进行分类的，对吧？可以吗？看一下它的评价度啊，类似这种标签的这种数据。然后再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就开始这个进行图片的一些处理了，比如说加载这个Matplotlib 进行一个可视化呀，说用加载囊袋。那这个函数的话，就是对这个图片进行可视化。那这个倒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后面的话会对这个春天周段的话，等等迭代。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每次做这个数据集里面，它当然是通过扫描整个数据集的这种方式了。然后每次都会加载一个 P 的这样就是一个 batch 的这种图片和它对应的这个标签的这样一个信息。那通过这个种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数据嘛。然后我们假设先搞了两张之后，搞了几张之后，它这边的话就会把它放到这个一个小网格里面去进行一个可视化。那这样就是大概它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意思了。那我们核心的是看一下它这个模型的架构这里。模型架构这里的话是你会发现它用的是套件。构建的话，那就是写了一个类，那这个类的话就是用来专门搭建这个模型的。那前期这个初始化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它用定义了简单的两个。那第一个就是第二个，然后呢第二个后面就是三个类。那后面的话你会它真实的就是这个 self 后面的这个话是那其实就是从三维变成六维，然后类似这种大概的这样一个意思。那有了这个基本的这个层之后，那核心的这个我们讲这个这个模型它是这样体现在哪里，在这个网络里对吧，它这边有一个产品来源参数，那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先过一层这个选题，过一层选题层完了之后把结果直接交给你，比如完了之后再去查这个，然后得到一个，然后第二个也是这样的操作。然后呢，走到这个下面这一行的时候，它就开始把它拉成一个向量了。这里就是，
把整个这种二 D 的二 D 的 bitmap 变成一个商量，拉平以后就可以把它塞到这个 FC 里面去。那这里面就是经过第一层 FC， 这里经过第二层 FC， 这里经过第三层 FC。那第三层 FC 的这个维度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从84维转成10维。要保持一致，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完成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从输入到标签的这样一个预测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简单的这几行，对吧？那用了两层卷积层加上几个这个加上三层这个 FC 来去完成。然后有了这个模型之后，对吧？那我们可以让把这个类然后拿过来去，这样就得到这一个我们这个分类的这个网络，我们假设就它其实就叫做 net， 对吧？然后我们有模型传出来之后，传出来结果要算它跟真实标签变差，那这里它函数的这样一个定义，对吧？这个 criterion 的话就是这个评价的这个函数，你比如说这里面就是用的是 cross entropy 的这个 loss， 就是交叉伤的这个损失，之前其实简单大家介绍过。有那个紧接着下一行的话是是优化器，其实这里是还没有之前还没有跟大家说。这个优化器你比如说 IDM 这种模型这种模型都可以对这个网络参数去进行一个优化。那这里面的话大家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优化器里面紧跟着有一个 net 点 parameters，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优化器负责优化的参数，你假设这个我们现在是刚刚它都可以通过点评的，所以说优化器是调整的是所有的这个模型的参数。那其实我们可以调模型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一行之前，对吧？我们可以单独写一点写段代码，把里面我们想要去做的，把这完成，然后它会优化对应那部分的这样一个参数。那当然后面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了，比如说这个学习率。学习率的话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它可以非常大的影响最终模型的情况，还有一个这个动量的这种参数，就大家可以去调一调试一试。那有了定义好这个损失和这个优化器之后，那接下来就可以到了这个主函数这边了。这个主函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两层这个 for 循环。那最外层的这一圈就是这个 epoch， 这个 epoch 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变化范围，当然这里只是为了简单的展示的话它写了一个二，其实可能是20啊200啊都是可能的。那主要是看你这个完了不要设太大。主要看你这个自己去跑的时候你要串多少轮。这个 epoch 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进行模型训练的过程当中，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训练数据嘛，对吧？那这个训练数据它会比如说我们这个 C 码值是最低的，它可能是几千上万的，在真实去做的时候 它一条记录它还是一花一滴是一样的，那一个 X2 Y Y 就 X3 这样的。那比如说总共假设有一千个样子 X1 千对应的标签，它就是复计级的话就是以按照这种模式去存的。它真实训练的时候的话就会从这里面每次读取一个小的一个 mini batch， 比如说我们这边提到的 batch size 是4的话，它一次就加载4张图，把它拿到完了之后给它塞到模型里面去跑，然后紧跟着再去读下面这个4张，然后再按照这种整个把对比扫一遍，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 epoch。 那就是说你这样去让这个税让你的模型在这个税以上扫多少遍的这种行为的话，就体现在你的最外面的这个循环，也就是说这个 epoch 的这个数量。那这个的话它其实是这个迭代的这个数量的话就跟你这个模型训练的程度有关了，就是你迭代的次数越多相当于你在上面跑的轮数越多，你这个模型可能更加拟合这个训练集，你跑的少的话那就是大概意思一下，对吧？它能出来一个还可以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第二个这个循环对它就是一个迭代的每次也弹四张图，弹一个 batch size 这种图出来，那你会发现你这个 data 拿到之后，那你这边就是一个 input 和你这个 label 的这样一个组合。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吧，我们需要紧跟着我们需要把那个优化器先把它这个设置成它的这个参数梯度给它设置成零。处理完了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 input 就是我们拿到这个四张图给它塞到这个 net 里面去，然后它会它这个部分相当于前传完了，前传的过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那几层卷积加那几个max boolean reload 那些操作，它最终的话得到一个标签的信息，然后我们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就开始算这个 output 的间它就变成差异，最终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就能知道了嘛，也就是说我们拿到了这个 loss。 那这个 loss 的话，我们如果想去优化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对这个 loss 对它进行反方法，那你这个你下一次再迭代你的这个模型的最终结果才它真正的标签去优化。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 BP 算法的时候的话，它刚开始其实你老配然后在这些地方还有再往下一次往前推，那就完成了整个网络结构的这样一个参数的更新，这样子。那这个优化器的话也会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参数的更新。然后这里其实就是对模型来说，这里核心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那这里结束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把这个模型跑起来之后，我们其实是想知道这个训练到哪一步了。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把它打印出来，这样子的话它每次迭代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提示性的信息给我们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对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的话就做到一个心里有数，然后如果有问题呢赶紧停掉再接着调嘛，对吧。然后这个训练完成之后，对吧，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模型进行一个保存。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模型实际上的话，就是它是在了，但是呢，它并没有到硬盘上。比如说别人已经测你的模型，怎么办呢？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这个模型这个参数啊，可以用它提供的这个超级点 save 的这个命令的话，就可以把模型的这个具体里面它这个参数到底是怎么样子，就把这个东西给它存下来。存下来完了之后，别人就可以加载你的代码，然后就加载你的模型去在它机器上面去跑出来一个预测的结果啊，或者说你自己就能测一下当前这个轮廓它的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对吧。那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加载一些图出来，然后加载我们这里面其实这一行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去把这个模型加载进来，就是加载我们之前已经存下来了那个模型传给他，他就可以把整个参数复制到我们定义好的这个 net 这个模型里面去。那有了这个网络之后，对吧，我们把我们刚刚拿出来的这个图然后再放到这个模型里面就可以给一个输出。那我们在推理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刚说把我们模型的参数定义好，然后把我们图变了变成网络之后当前这个分类模型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一个结果了，然后这里面的话就可以把它这个结果打印出来。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这个操作都结束完了之后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紧跟着的一个操作，就是那我们想知道你这个模型到底好还是不好，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的话是在划分背离的时候专门画了什么训练集和测试集，那我们刚刚是测了一下大家，那我们如果想知道这个精度怎么样呢，测量就是要把整个这个所有的数据都给它跑完，跑完了之后我们去统计，就是说有哪些这个准确有哪些不准确，对吧，然后把这个准确率就可以算出来。那我们从很多文章上面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评价指标，是吧，那些评价指标具体数值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去得到的。这样操作完了之后，其实核心的这个东西都已经结束了。那它这个后面的话相当于是说我们可以对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集都可以按照这种按照刚刚所讲的这种模式，对吧，然后把所有数据都给它加载进来，然后去完成一个预测，完成整个数据集上面的这样一个预测。但刚刚所讲的这个过程它其实都是在这个 CPU 上算，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跑，它可以跑的就是速度上来说就会快很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区别。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用简单的几层 CNN 的这个模型去完成图像的分类的这样一个流程。我们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 CIFA10 tutorial 这个.py 这个文件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文件。我们执行的时候，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在服务器上都会要先建一个自己的这个仿真的虚拟环境，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在用服务器，别人也在用服务器，如果我们都在这上面装很多软件的话，那软件跟软件之间就会冲突嘛。那比如说我装了一个多少个版本那个软件，然后你装了一个另外一个，大家你在装的时候就把我的就给我覆盖掉。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建一个虚拟环境的话，那就基本上是说能从这个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虚拟环境，那这样的话软件就不会冲突。我们这样把自己的这个虚拟环境更新就是激活之后，你会发现左边就变成刚刚自己定义它这个deep learning 这样一个虚拟环境。我们把它激活之后的话，这里面它对应需要的那些软件包都已经我装好了，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跑的流程。就把这个脚本跑起来之后的话，那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会下载一个数据集，那下载数据集要点时间。那下完之后，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 data 这个文件夹下面去了，就是这个 CIFA10 这玩意儿。那然后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把它当好了之后，对吧？那他就会去检验你，是标签之间是不是重对的呀，对吧？你这个数据量的规模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啊？比如说它到底少不少这种数据？那基本上是完成的是这样一个功能。那这里的话你会发现它就会弹出来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展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数据集的这样一个对话框。那它这个图片放大了看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它本身同样像素点很小，所以说放大之后都是这种马赛克的这种效果，但是也能大致的判断出来到底是属于猫啊狗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类别。我们把这个插销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把这个标签就 cat house dog dog 这个标签的信息给它打印出来。它下面的话应该还在接着往下走，现在的话就已经开始出来这个具体的这个 loss 的这个情况了。你会发现刚开始 loss 已经在朝着这个收敛的方向去调整它自己的参数，然后这样子的话，你的模型最终才可能会有用。这其实是在 CPU 上跑的，这是比较慢的。我们把它断掉完了之后，我们给它切到这个 GPU 上去跑一下看。放到 GPU 上去跑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它会首先会检查你这个机器上面是不是有 GPU 卡能用，如果可以的话那它就会用嘛，否则的话就会这个直接使用这个 CPU。那我们这里真实去改的时候，就比如说先去看一下它整个训练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这里的话，比如说先把这个训练的轮数给它设置成20轮，然后的话在这边之后，它已经拿到了这个 input 的这个数据和这个标签的数据，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它的这个标签其实就它这些数据的话都是放在这个 CPU 上去的，我们给它转到这个 GPU 上去。就是说通过这个点扩大的这种方法的话，它会默认的就把机器就把这个你的这个数据给它传到这个零号卡上面去了。那除了这个数据要转到 GPU 上去的之外，还要把模型传到上面去，也就是说你这个 net 的话也需要在这个 GPU 上去跑。那这里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它做一个变换的，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模型和数据全部都从 CPU 变到 GPU 上面去了，
那它就可以完成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整套流程。那我们先把这后面的这些东西先给它注掉，因为后面这些东西我们并没有给它去做类似的这种变换。好，把它这个拿掉之后，我们先跑一下看。好像没用上。那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可以调一把，比如说我们这里给它加一个断点，对吧？加一个断点，然后看一下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的在这个真实的放到 GPU 上去了。那比如说，我们就先检查一下这个数据这里，对吧？我们先跑一下看。你会发现它这里就停住了，停住了。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 input 的这个东西我们打印出来看一下。那这个 input 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里边就长成这个样子，它是一个 tensor 的这种类型，然后呢都是被它归一化之后的都是这种数据。我们看一下它的维度，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它的尺度的话是4、3、32、32。那32、32的话是这个图片的这个空间上面的维度。然后3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三通道的 RGB 的彩色数据，所以说它的通道是3，就变成这种。因为 batch size 是4，所以说它是这样一次塞给模型的，就是这样一个4、3、32、32的这种多维的这种 tensor 这种数据。我们看一下标签是 labels。Levels 的话，它这边你会发现就转成了这种，比如说这个0到9之间的这样的这个数字，就是每一张图片它真实的标签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输入这个 Levels 啊，包括这个这个 Inputs 的这种数据的话，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提示这个扩大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直接这样加的话应该是没有给它加上去。我们这里的话其实也可以把那个网络结构给它打出来。这个 net 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输入之后它这里面这个每一层的这个情况的话就会有这样一个网络架构上面这个输出。这个里面呢，就这里面的话是有一个 devic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正常的执行。这个显示应该是可以的，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Touch 的这个版本，有的版本应该不一，可能会着急。这个估计跟有点问题，在 Elastic 这种卡上面估计不太行，这个版本。我们待会儿先从另外一个这个例子上面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另外一个例子的话是跑 GPU 卡是可以的，它这个上面的话目前这个版本是跟这个 i8 表上面是跑不起来的。就其实刚刚这个过程的话，就是从这个 CN 的这个过程的话来跟大家展示了一下它这个大概的这样一个计算的这样一个流程和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RN 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N 的这个模型的话也是其实类似的，就是它也会去首先就是加载很多这个模板，然后完了之后它会设置一些这个种子点这种问题，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它会涉及到一个随机触发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它就会跟种子点是有关系的。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种子点固定。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我们就是刚刚所讲的，就上一个讲这个长线，但是就叫它这个包真实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STM 的这种模型的话，然后把具体的这个比如说输入维度是三，输出维度是三的这种参数传给它之后，那我们这个模型其实就最基本的这个模型就已经有了。然后完了之后它这边的话是通过随机初始化了一个这个 input 的这种向量，然后就是说这种输入然后传给它，然后这个里面的话也会它也初始化了一个中间层的这种状态，然后就把这个 input 的这种信息的话就给它传到这个里面去，那么就对应的就会有一个这个 output 和它这个隐层状态的这样一个输出。那最终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是也是对这个 input 的这个东西做了一个这个concat 的这些操作，然后拉成向量的这种方式，然后给它往模型里面去传，那对应的就可以有一个经过 STM 之后的这样一个输出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后面的这个例子的话是给出了一个用 STM 的这个模型去做这个给定这句话，对吧？那这句话它的这个每一个单词它对应是比如说是介词啊名词还是动词的这种词性的这种打标签的这种方式算是。那这基本上的话也会用到这个STM 的这种模型来去做。那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就是它首先会对这个有一个函数是处理序列的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加载这个训练数据。那这个训练数据的话你比如说这里面就给了两个例子，就简单的知道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句子了，然后它里面的话对应的就是后面都是它的这个词性，就是像这个 DT 啊 NN 还有 V 的话就代表什么定冠词啊或者说名词或者动词类似这种。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吧，它就我们就可以就是对这个 training 的 data 就可以对它去进行一个这个一次这样处理。比如说我们首先这边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去扫这个训练集对吧，那这个扫这个训练集的时候就可以对它里面的每一个单词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给它附上一个这个对应的索引的这样一个操作。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做完了之后那就可以有这样一个输出，比如说我们把对应的这个 DET 对吧把转成零，比如说把 NN 转成一，把这个 V 转成二，就是因为这个神经网络在处理的时候它并没有办法直接处理定冠词啊名词还是动词这种语义上面的这种东西，我们只能把它转成具体的数字，因为这个我们计算机现在这些东西它只能处理这个这个可计算的这些东西嘛，所以说也就只能转成这种数字。转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 embedding 的这个维度设置成是6，然后的话是一个隐层的状态，隐层的维度也是设置成6。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了这两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STM 这个模型它在定义这个类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做的。那首先前面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隐层的这个维度的这个定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它6维嘛。然后它会有一个 embedding 的这样一个层，这个 embedding 这个层的话就是会根据你这个词汇的这个大小对吧，怎么样大小对应的这样一个能完成对应的这种维度的这种变换。然后的话就有一个 STM 的这种模型的话就是可以给它去加载进来，然后它的输入的话就看你这个输入就是映射的维度是多少，然后隐藏的维度的话就是它的。那这个模型就定义
定义完了之后，开始建议，这些建议的话就可以去做一个分类。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定冠词啊，对吧？名词这个那几个就可以把变成一个从零到二的这样一个分类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它这个也是类似的，就是说这个 forward 这个函数的话，也是出来之后它会对一个句子做一个或者映射，映射完了之后，那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把它放到变成可以去函数，它对完之后就可以放到一个。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转成 tag。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 heading to tag 的这样一个函数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线性层，它就可以从隐层的这个特征的话，把它变成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就是对应是那个 tag 的这样一个索引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对应的是那个响应的这个情况。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就是一个从特征到索引的这种映射上面的一个映射。然后再紧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solmax 对它去进行一个概率值，类似这种。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吧，我们就模型都已经定义好了，然后我们也有数据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把这个模型，你发现就加载进来，就变成了一个 model 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这个 model 的话其实也可以改，我们其实也可以改成，你比如说其他的 LSTM 啊什么类似这种，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也是有这个损失函数的这个定义，这个损失函数的话就是这边用到了这个东西，就是 NLLoss。 然后的话有一个这个优化器，那这个优化器的话也是 SDD 的这个优化器。然后再紧跟着往下走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就是在预处理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输入之后，对吧。那有些这个之所以要去入预处理的话，就是因为这个 LSTM 的这个模型的话，它只能处理这种这个定长的这种。假设你比如说词向量的就是输入句子的维度不一致的话，那么你最好要把它比如说判定成同一个维度，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数据集里面它这个最大句子长度比如说是包含16个单词，那有的这个句子它可能只有比如说8个单词，怎么办呢？我们把它后面这个不够的那些全部给它补零，就给它转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长度。那这其实是个预处理的一个操作。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模型里面去跑，跑出来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得分嘛，对吧。那这里面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训练 epoch 的角度上来去看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里面就设置成了这个300个 epoch。 然后的话就是从这个迭代器上面去每次加载这个对应的句子和它的标签，对吧。然后对这个模型去就是对这个数据类似的去处理完了之后，对吧，去跑这个模型。这是就是模型前传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的话就是算这个模型的这个输出出来的跟真实的去返传就可以了。然后就把这个优化器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就可以搞定。那这样就做完了之后，其实相当于是说我们的模型就是整个已经训练完了，对吧。那这后面的话就是这个看它这个训练之后这个模型它的输出的得分到底是怎么样子，对吧。那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码了，我们给它跑跑看。你会发现这个的就是纵然有300个 bug， 但是它跑的依然很快，是吧。它很快就可以出来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这个情况。我们给它加个断点，看它中间这个是不是把数据传到了 GPU 上去跑。那他跑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停掉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塞给这个模型的这个sentence in的这个情况。
你会发现它就已经把这个句子转成了这种方式。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之前转之前的句子长成什么样子。之前是这个样子。它其实是一个最原始的，然后呢，它每个都是单词，然后把这个词缩影，转成缩影之后，它才会把它放到这个模型里面去跑。那这是从输入的角度上来去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那这个 model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三个操作，一个就是做全景这样一个，然后紧接着是一个场景，然后再往下就是线性去完成一下聊天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方式来去处理的。我们现在把这个断点的话给它加到这个宝宝的这个函数里面去，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模型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变的。就大家在去调代码的时候其实也就是需要这样做。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对某个过程不是很了解，那就需要找到对应的这个比如说找到对应的那一行，然后完了之后给它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去维度，特别是维度上到底是怎么样去变的。这样子的话你维度搞通了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样子这里面停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sentence 这里那这里就是已经转完了之后的这样一个句子。那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之前一直讲 embedding 这里一个词做 embedding 在代码层次上面，那你会发现就是是这样一个效果，就是做完了这样一个 embedding 之后，它就变成了这样一堆这个向量表的这种，它就把对应的每一个对应的单词变成了，然后一呢变成了实质的这种数据。那这是一层 embedding 完了之后的这种效果。那做完这个 embedding 之后，对吧，那有已经拿到了这个特征表达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STM 里这个模型里面去跑一下，看一下它的结果。那你会发现这个它这个输出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内容上来说肯定就变掉了嘛。但它维度上面来看的话还是一个516的这样一个东西，之前是56的这样一个维度。就是说对它的这个特征的话其实是做了这个处理的，然后呢这就是 LCM 它在特征表达上面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完成这样一个特征的这种变换。那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吧，比如说 LCM 已经学到了它们这种时序的这种关系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是拿它的这个结果去做映射的话，它其实就是被一个 FC 去得到了它对应的这个变换之后的这样一个结果。那这里还是没有把它变成标签时候的这种状态，你会发现的话它会把对应的这个特征就变成单类别，它一样，那这也就能看出来它这个预测结果的这个好坏，对吧。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它又用了一个这个 SOMAX 去对它进行一个变换。那这里的话它就最终输出一个53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就是经过这个 SOMAX 之后，当然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值也就变掉了。那这就是这个STM 打标签的这样一个模型，它所具体出来的就展现出来的这种效果了。还有一个是这个 GCN 的，这个 GCN 的话这个代码就多了几个。
然后比刚刚这个要看起来要复杂一点。这个里面的话，你会发现有这个training， 然后呢有这个 model， 然后有 layer， 它里面的话就是会把这个模型放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那具体的这个图卷集的这个操作的话，它其实是放在这个layer 的这样一个这个函数里边的。你会发现它这里边就是这个 graph convolution 的这样一个操作，包括它具体的这个 forward 的这样一个过程，那都是放在这个里面的。然后它在搭建模型的时候的话，我看一下它的 model 的这个情况。这个 model 的话，它写的也是 GCN 对吧？但实际上它调的是这个 graph convolution， 就是在这个初始化的过程当中，这个 layers 这个东西就是用刚刚的那个 graph convolution 来去实现的，所以说就有这样一个就是相互套的这样一个效果。这个里面的话还会有一个这个 config， 这个 config 文件的话就是展示出来的就是你整个这个模型里面的话有哪些东西可以，然后会设置参数的方式对它去进行一个改变。然后的话这里面还有一个 data， 这个 data 的话当然就是你跑不同的数据集，它可能有需要对应的就是去加载那个数据集的这样一个代码对吧，有些可能可以直接套它官方提供的，但是有些可能是需要自己写。我们就简单跑一下看吧。这个需要切到另外一个上面去。这里是因为我之前加了个断点。那这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计算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这个流程跑的就比较快了。好，下课吧。Thank you.